经过此次一战，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我的身份。其实我呆呆是特战队员，今天村长给我布置了任务，让我到这个小村庄里面来解救这些村民，因为这些村民被僵尸给围攻了。所幸还好，我们的枪法那可是杠杠的，这 IWM 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再配上八倍镜，我简直战无不胜啊。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我要回去和村长交差了。